家。哎，我去上班喽。你不会打算这样去上班吧？怎么了？我这样穿上班不好看吗？很减龄的。这好看又减龄，但是后面怎么掉个尾巴呀？尾巴？啊？这不是我裙子吗？不小心给扎进去了。看，这样子行了吧？啊，这样就行了，你就老是着急忙慌的。哎，等一下，这是啥时候买的？新买的？我怎么没见你穿过？对呀，现在夏天不来了吗？好热，嗯，我想穿短点的裙子嘛，我就在大妈直播间买了这一身，好便宜，才100零几块钱。但是你看这个裙子能遮肚子，而且还带弹力，不紧不勒，这种蕾丝的设计穿着还很减龄的，包括这上衣正件的，不显肩宽手臂粗。嗯，你觉得呢？天哪，你这样穿呢就像排骨了，这人家以为你瘦了50斤吧。哪有那么夸张，你喜欢的话回头我也给你买一身呗。行。